最後入閘精選赤炎，全部馬匹準備妥當。二場賽事五班千二的短途賽大熱是七啊，十一起飛準備。哦，你一跳出嚟嘅時候咧，咁啊前面快噶嘛，大家開心應聲彈出啊，響外邊噶嘛，合金王上交最出，仲有炮子彈啊，幾隻馬快嘅。第五位內欄啦，就係呢只歐洲導彈啊，外邊咧就勇猛精靈，中間夾住線路光明啊，後邊五隻銀亮威龍啊灰馬啦，拍住黃帽紫色衫多利多，後邊三隻勁 fit 響尾三，尾二係精算赤炎啊，暫時墊後係飛星，呢只飛躍海船嚟噶，去到對面直路中尾段啦，前面放係炮子彈啊。上教就跟住第二位內欄，第三大家開心啊！第四位藍眼罩合金王內欄，第五係歐洲導彈啊！中間仲有線路光明啦，出邊係勇猛精靈，後邊五隻銀亮威龍，尾四黃帽就多利多，尾三等入邊喎，綠色衫精算赤炎啊！咁啊外邊位置勁 fit 啦，咁啊暫時殿後仲係一隻飛躍海船嚟噶。好，立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就炮子彈佔先啊，外邊啊上教兩個馬中間穿咗上嚟咧，就係大家開心啊！原欄追緊，仲有歐洲導彈，外邊上線路光明，出邊。追咁啊，仲見到精算赤炎啊，最後百零米啦，透出嘅馬咧就大家開心，外邊逢馬過馬好勁啊！精算赤炎打開勝利之門啊，大家開心第二，線路光明第三，歐洲導彈跑第四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咁啊，呢只精算赤炎咁啊都係沿住個外檔冚上嚟，又係結果打開嚟香港嘅勝利之門啊！大家開心跑第二，線路光明第三、第四係埋邊嗰只歐洲導彈。十一號嘅精算赤炎啊，臨尾落到咧4.2倍啊，田泰安咁啊幫你匹馬咧贏翻場啦。第二名一號大家開心啦，梁家俊第三名，十號線路光明咁啊，周俊樂第四名咧，好似都係歐洲導彈啊，潘頓。終於出頭啦，精算赤炎田泰安。臨尾落到4.2倍啊！哇，都著埋六架獨贏位置，結果試嚟試去啊，都揾到個騎師幫佢打開城門啦。都喺度睇緊大家開心。十一倍以為到啊，外邊感受頭段都快過頭先嗰場好多啊，23秒3。阿子膽係咁搶出嚟啊，外檔。大家開心又係跑到100分噶啦。兩個第二啊，文嘉良。係。呢只就好分好多添啊，臨尾11倍，啲位置都32蚊。精算赤炎其實佢場場都追啲嘅，咁但係有時啊巴度又撩兩撩啊，或者又受阻啊，咁上一次啊波件事都發揮得好好。咁頭先入直路其實都唔係好多位啊，不過田泰安炸到個位之後咁打開衝啊，交到反應啊。泰安走嗰條跑線。係啦，啲飛又勁喎今日啊。臨尾著曬六格啊！之前係枕住11倍11倍咁，今日冇啦，4.2啫。佢都追，即係衝上啦，勁飛到個位格，同精算赤炎，不過唔追嘅啫嘛。好啦，到六歲呢個階段，終於贏。咁啊，3-1嘅預計派彩，勝出咗係 A 一格夜熱門，派16蚊。睇翻個直鏡，一起步少少慢咗就灰馬啦，銀亮威龍啊，咁出閘都快噶，大家開心，但係佢又唔係要帶頭嗰種啊，兩次贏馬都係跟手放頭馬後邊嗰格，佢仲啱噶啦。外邊炮子膽上教合金王，咁啊大家開心，勇猛精靈守住內欄位置就歐洲導彈嚟嘅，亦都係一步不蝕嘅。二碟咧，嗰匹就線路光明，比較後啲多利多啦。精算赤炎啊，暫時喺內欄拍住就勁 fit， 同埋喺曬後邊飛躍海船。飛躍海船啊，奇怪喎！集前係咁打圈咧，結果頭段佢又唔係好積極嘅喎。今日結果縮咗落個尾度咧，呢啲均速馬都難追噶啦。前面步速都幾快嘅，因為兩隻馬都鬥走啦，炮子膽同埋上教，結果雙雙都冇噶啦，翻到嚟。咁啊，跟守住中前嘅位置咧，係得大家開心好啲啫喎。咁啊，後邊5、6位咧就線路光明啦，上嚟攞到個第三。田泰安咧就同頭先夜馬頭場巴度都差唔多啊，慢慢走出個中外檔咧，就喺即線路光明嘅後邊攞到個位嘅。咁啊，呢度梁家俊咧騎一騎嗰只大家開心有啲外閃嘅，咁啊輕輕都阻到力弱嘅上教啦。但係會唔會賽後報告都有啲即係講講啦？
分段時間頭段23秒3，第段22秒8，末段23秒66，賽事完成時間1分09秒76。